来到采访区，我觉得来到华表奖的这个舞台上，对你来说应该意义深刻，三次拿到最佳男主，所以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要跟大家来分享的？最开心今天可以参与这个所有女士的一个大宴会，我觉得自己是特别幸运的，因为一直是在华表奖的现场上成长。所以这么多年，得了几个奖，也希望未来可以继续努力，然后再有发展机会。再来带着作品来拿奖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们期待呀，好不好？因为带上了太多作品，对吧？好，谢谢，谢谢来到华表奖分享，谢谢。